第一场演中溪国小的泰国表演中，中溪国小童话律师节图书馆四月二号结拜启用，市长赖清德就要到场参加结拜，要强加重要的代志，那就是向这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的社会神心人士好友志工来感谢，亲自颁证感谢状，感谢因对着学校图书馆改造的支持。赖市长并且甲中溪的小朋友讲，伊期望图书馆童话律师节的成立，小朋友拢会当成为爱读册绿色精灵。那我们祝福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成为一个快快乐乐的绿色精灵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知道玻璃那个有没有看过《大力水手》？没有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《大力水手》。《大力水手》吃什么东西它才有力量？吃菠菜啊。绿色精灵要吃什么？要念书啊，要念书哈、啊，所以绿色精灵爱念书，重溪国小出人才，好不好？用力来咧塞着读册的风气，每一间学校拢有正好的图书馆，无咱的囡仔自细汉开始读册培养实力，大汉才有法度面对着全球化的竞争。赖市长讲，这就是市政府用心良苦的所在，就是一个礼拜啊。一天看三十分钟的书，阅读三十分钟，啊，一个礼拜至少三天，那一个月至少看三本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啊，安尼会袂？阅读三三三，读册精精三，啊，可以吗？在中溪国小的图书馆，咱不只是看到了真舒适的看册环境，在壁顶也有大白的绿色隧道的标位。因为绿色隧道等于是我们重溪国小的一个延伸的校园，好，那整个社区就是充满一个绿，还有生机盎然的一个活力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图书室就是以这个绿的概念为主轴，然后下去做延伸。那里面的话，就是我包括我们的墙壁的大幅的大图输出，就是结合我们本位课程里面哈这个绿色隧道的一个大幅的壁画。那整个就是用绿树绿的概念好，然后去做一个主轴的一个呈现。来接牌，好，大家鼓掌。在结拜了后，中溪国小学生是依着歌声舞蹈迎接所有的贵宾，赖市长嘛跳落去同齐来欢喜一下。阿里路雷哟，我踩到你的脚。阿里路雷哟，再一次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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